你个小鬼！我不，好大，你个搞怕！哎，哎，哎，哎！卖萌太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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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卖
你好心点嘞！你担心以后再讲过哈。李腾，李腾！大小姐，我不是故意，我真心不是故意。我看你要安怎跟我阿爹交代。你走，走！我啊，唔紧走。你哪会走来？你受伤啊，是阮来拍。不要紧啦，阿红姐安怎？不要紧，已经走了。哦。点名，我看你伤了不哩啊重，你有炸药啊无？有。我来。奇怪，我身躯顶有穿天香保衣，是安怎拢无好？点名，你这天香保衣一定是假。我就知影这个许恒天对我阿爹就是假。先别讲遮多，先食药啊。我去提水。建明，带几行李箱。我，你受伤啊？是啊，我受伤啊。你会当甲我抬死啊？你都已经受伤啊，搁有这心情在滚生笑？我是讲正经的。你的孙兄弟不是因为我才离开你的，你现在如果把我抬死，什么都不用解释，他自然会回来。你平常我不会这样做的。你说的敢是真的？这是两回事了，别乱做伙。你是怎么受伤的？受很疼。九火天，这么可怜，你哪敢来做？这无重要，上重要的是，我安尼做，敢会当让恁知影，我甲熊仁天是势不两立，我甲你，咱是徛伫个公平的。你也无应该安尼做啊！你也无应该用你性命来滚生笑啊！对了，你甲我讲，你敢搁会怪我？我从来都唔要怪过你。那呢，我受伤嘛有价值。对啦，对啦，为何伫个八台会买好的代志，我早就知。真实的，你变作对恁阿爹交代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和受恨天的疫苗拆穿。若是安尼，八大会就毁掉了呢。这不是你希望的。我不是讲这啦，我是讲，你敢有危险？没啦，有火在的，应该无危险嘛。飞龙，你要小心飞虎，卡输连你妈误会伊。就莫讲是其他的孙兄弟啊！两位娘家变到安尼，我嘛是自身难保。
可是我的性命，会当让中医等个人团结，我甘愿死。你，哎，回娘，我跟你讲遐尼济，你还阁唔相信？哎，回浩，你别管我。我是谁来的？别逼我动手！你做你动手啊！别管我，卡做你动手，会当化解你心内怨恨。你做你动手，卡做你动手。解决咱两个兄弟的恩怨，就算你甲拍死，我嘛甘愿。咱两兄弟过去所有的一切，甲你体体做一个解决。你要拍要抬，拢属在你。不过我请你答应我，假使我若无事，请你甲我做伙练良好双形拳。等报仇，吴飞亮，敢讲你袂记啊？我让阿爹安尼受气，我一世人靠干，我让黄家面子尽扫落地。啊！飞亮，你有安怎无？很像，还有苏杰，苏杰甲我为一个欺山落魄的废人，为我的武功。我倒扣八代回，还是输钱。啊！回娘，回娘，你袂用拍伊，你若是要替赵云登报仇，你袂用拍伊。你啥？你是来验收我？验收对你吃苦，希望你当心做人。你竟然告我什么？他给我躲你。你无在念着苏兄弟的情分，你难收魂天，就当你歹死。对，你讲得真对，你搁怕？啊！还有苏明，你害死明叔，我苏明变成一个孤儿，你有无听出一对恩爱夫妻？我明叔看过你死。高勇，若不是因为我，你甲杨芳袂去用这线，杨芳袂因为求你来死去。恁两个囡仔，过幸福快乐的日子，你是你伫中医堂嫁地主，还不是你甲杨芳甲囡仔一家团圆，欢欢喜喜？你想都别怕，那是你已经原谅我，你是不是肯原谅我？我不怕，是要让你知影，我死在我心肝内，永远拢无可能会放袂记。我叫你害死，我永远不可能消除我对你的怨恨。原谅我，我到底要怎做你才要原谅我？老师，
你等下，老大，建明等下未？也未啊。老陈，你的面色哪会这么歹看？是不是发生什么代志？请老大的原谅。哎，老陈，有什么话用讲的？你安尼是咧从啥？老大，我是来真该死。他拄仔去来中明堂遐个人的时阵，我无细理，去伤着剑明啊。剑明，剑明有安怎无？我。阿爹。剑明，你有安怎无？虽然徐阿姐迄阵有够凶的，啊，不过我有穿天祥宝衣伫护身，根本就袂伤害着我啦。徐阿姐，你讲对无？是啦，我出手遐尼重，伊哪有可能拢无代志？建明，来。阿爹毋是甲你讲过，中二堂的代志，拢交予恁徐阿姐去处理，是安怎你要搁去插啦？阿爹，虽然咱是海盗，啊，不过咱嘛是爱讲义气。一个查甫人去欺负一个查甫囡仔，我实在看袂落去，所以我才出面甲伊阻挡。唉，你就是这么倔强啦！你哪会定要甲恁秀阿姐作对的？后摆不准你安尼。后摆的代志，后摆才搁讲啊。建明，不要，我巴肚枵，不要入去食。老崔，老董，家在剑影有穿迄领天蚕宝衣伫咧，这个代志你就莫放在心肝内，啊？是。小姐，您回来哦，给您提药啊，给您。哦。建明，你有要紧吗？小姐，啊，恁两个到底是谁受伤啊？是建明。为何？啊，恁两个拢受伤哦。叫你去提药啊，你哪会这搞话啊？我拢是爱知影恁受什么伤，我好去提什么药啊。建明。你拄仔有闲来拍着，你紧叫阿如摕内伤的药啊，互你啦。什么？是为恁敢拍你哦？伊刚刚有啥想要讲的，我搁会看的啦。阿如，你紧去摕药啊。哦。建明，拄仔伫大厅，你啥那么问嘛？你受伤的代志？天祥宝衣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咱袂查好清楚。我无想要让徐文天知影。我提护身镜去交换天祥宝衣，伊若是怀疑，但要查就搁较困难啦。秋姐，天祥宝衣真正是假的哦？你知影就好。我干那是怀疑，还袂确定。你千万唔通四过来讲。哦，我知。建明，虽然魏英来伊出手无足重的，也讲叶母讲你袂当无细理，你也是紧做检查，我先等你帮伊休困。我等一下再去找你。嗯。就这样。有。我感觉应该要原谅惠好。你所做的这一切，感情真是为咱中二堂来报仇。矛盾，我就唔甘啦。咱中二堂是阿爹一世人的心血，苏姐用性命换来。阿叔，我是糊涂，该回好来联手对付吴英来。
苏明，你敢不知苏明愈来愈生气，个性嘛跟你感情扣结。我唔甲抱，阿姨去，伊就哭袂煞。卡苏你若去伫个，一定会讲苏明互我成歹。 你去阿姑，我去唐龙宫来，刚才是迄拄着白剑面，甲一个后面人甲我斗相共。哦，我来甲美玲问下少。有好，你敢无想要知影，迄个后面人甲咱赵云龙有啥物关系？我已经答应明秀，三年来唔报仇，江湖的代志。 我来下地了。天秋，你敢真正决定要离开中医堂啊？再会。师父对我温中无山，我心是中医堂的人，死是中医堂的鬼，我哪有可能放弃中医堂？我是伫咧气废龙啊，伊哪会当将白剑当作是药方？ 伊若是阁继续安尼落去哦，等于咱早晚会伫伊个手头。彩云，你得支持我。我是你的家哦，不管你做啥物决定，我拢嘛会支持你。也毋过天骄，凭你一个人力量，想要报仇，迄是足困难的。你应该爱找方志，啊，佮伊有方兄来甲你斗相共，安尼报仇才有希望。我知影。 心心苦苦，甲咱中二堂重新搁再站起，你真无简单，才甲头家找错的。阿哥，即摆搁飞得快手头，后悔，我真正是无路用。 阿爹，你放心，咱一定会当重新建立咱中学堂。 我，毛会好，我们兄弟也同心。
才将恁来拍败，让咱继续伫个房间来发扬咱的精神。为了，你别阁怨回去，你愿意接受回复？我今仔日定到回复，差一点仔要将伊拍死。不过伊讲，伊愿意用死来交换中华民国团结。为何真正改变？无亲像以前这么软弱，这么惊死。我感觉讲，已经慢慢亲像一个查甫囝。阿爹。我已经想通了，人总是会改变。以后经过这么多的事情，有成长，伊嘛肯悔改。我想我应该先给伊一次机会，这么小我，给咱中二堂一次机会。若是安尼，才有可能将吴英来个海霸天拍败。重新建立咱中日部，真好啊！为了咱做人唔通巧，巴掌就要较宽。即卖恁两个兄弟也当团结，咱中日堂真正有希望啊！阿爹，若是安尼，咱就要安怎做？即卖上重要就是恁两个兄弟啊，要同心协力，也连良好上行军。再来用英飞拍戏的良好报道，等恁两个人会当练到人多合一的时阵，就发刀来找吴英来报仇。但我杨飞讲，要将报道练好，爱先找千里寒梯。无唔对，千里寒梯伫白金的身躯顶，为何应该有法刀摕到这条？千里寒梯，敢真正这么神奇的？高松也真正这么好用，想到今日吴英来，伊就白剑兵拍着伤。安诺，真笑，真苦啦。嗯，用药可靠嘛？你若是要较紧好，有偌苦你嘛爱忍落去啊。佳明，你是安怎？哪在啉药啊？无啦，阿爹，你莫听阿卢乌白讲啦，这毋是药啊啦。无这是啥？这是补品。补品？咁安尼？啊，这是啥物补品？哪一款味？阿爹，这补品哦。本来就这款味啦。好，你放落去。哦。哎，你是咧变啥？来来来，啉水啦。来。哎，多谢阿爹。哎，佳明啊，啊，这个天香布衣你来无穿，放伫桌顶。我小等才穿啦。我早就知影你穿袂掉。这领天祥宝衣是照阿爹的寸尺量的。我看安尼啦，咱换搭转来，你穿你的护心镜。袂用啦，我甲伊阿爹的宝衣，你给我加穿几工啦。阿爹，你来找我有啥物代志啊？阿明啊，中二堂的代志啊，你也是莫插啊。阿爹，你爱我做啥物，我拢会用答应。啊，不过中二堂的代志，我一定爱管。小阿姐若是无欢喜，我也无法度。阿明啊，你莫这么固执啊，
我已经答应你收阿姐啊，你就莫再搁爱做对啊！啊，阿爹是真歹做人。我忝啊，我要好过。建明啊，建明，你听阿爹讲啊。你出去啦！ 你知影无？在。嗯，林兄落去。是。阿罗。老爷。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讲？是啦，小姐伊受伤啊啦。剑明受伤？莫怪哦。 我怪伊咧吃药啊！是安怎，建明无甲我讲咧？老爷，小姐伊去互秀云天拍着伤啊啦！阿如，你敢伫我面头前讲来尻川后话，你好大胆呀！老爷，我无甲你骗啦，小姐伊无爱互秀老爷太郎，所以伊就去互伊拍一个啊！无可能嘛！ 秀云天有几个档，敢拍我的宝贝查某囝？搁再讲，建明有穿天祥宝衣伫咧，哪会受伤？又唔过，小姐伊身躯顶穿的天祥宝衣根本就无路用啊！啊，拄则我甲伊改换药啊尔。拄则你是安怎唔讲啊？啊，小姐伊不好好讲啊，惊老爷你会烦恼啦。你，唉，哼。 建明，哎呀，你哪会搁做来？建明啊，我听如讲你有受伤啊。小姐，我是惊你会出代志，所以我把所有的代志拢甲老爷讲。建明啊，你拄则哪会拢无讲？ 你穿这领天祥宝衣伫咧，哪有可能搁着伤咧？惠弟，我甲你讲，你嘛无相信我甲你讲的话啊。是啊，老爷，这领天祥宝衣真正有问题啦。卡输若亲像秀老爷讲的安尼较好，哪有可能小姐着伤？你点意？恁秀老爷亲身试验过，确实是刀手不入的。你别离来西路。 是毋是因为你无介意恁秀阿叔，所以你才不乐意？阿爹，你甲我相信秀阿叔，你就无要相信我。好啦，你莫生气啦。阿爹毋是无相信你。啊，若无，我来去问你秀阿叔，问互清楚啦。阿爹，这秀阿叔遐尔敢巧，一定有啥物诡计。卡叔。 你甲伊讲破，甲伊拍青筋，咱就唔知影伊到底有啥目的啊！唉，这也袂用的，迄也袂用的。我看安尼啦，护心行，互你穿，这领衫我来穿啦。袂用阿爹，你是这领假的天祥宝衣，卡输有人要对付你，迄是偌危险的。以阿爹的功夫，啥物人是我的对手？ 穿这领衫，敢若是要提防万一尔，无问题。啊，毋过，好啊，莫阁讲啊，即阵代志就安尼决定。虽然这边海霸天相信我，也毋过建明若是继续使人，时间伊就会怀疑天仙波伊是假。不用，我一定阁会想一个办法。 可以完全信任我。
老师，你走来这要从哪？老大，自从你来到台湾，一直咧无闲奔波，啊，即马老大已经是武林名士啊。我想讲，找一天啊，我带老大去游山玩水，四处行行咧。游山玩水。 嘛对哦，要来台湾进前，我就听讲台湾是好所在。是讲老师，你要带我去倒？老大，台湾的温泉真出名，咱就来洗一下温泉呢。洗温泉啊？好哦，讲出来唔惊你笑。 做我食到这么侪话啊，也唔知影温泉是死作啥款。也唔过，剑英人无啥爽快，放伊一人伫遮，我袂放心的。老大，剑英人无爽快拄仔好，台湾的温泉对身体真好，归去啊，带剑英做伙来洗。 也唔过，老大，我知影，剑英为了肥好的代志，一直对我误会。也唔过老大，你放心，我绝对袂甲伊计较的。嗯，老师，你的腹肠愈来愈阔，好。既然你这个做长辈的这么有度量，我来带伊来。我随来安排。嗯。 其实我真是想要跟你斗相共，啊，不过我啥物拢袂晓。唔免啦，上少我知影大家对我失望的时阵，我知影伫咧大家离开我的时阵，我讲恁兄妹仔支持我。 我真感激，我知影你心情无好，我知影你受足侪委屈的，假使若想要讲，阁无人会当听，你会当甲我讲，讲出来，心情会较快活。多谢你。 伟龙兄，我知影大家对你足袂谅解，你一定足艰苦的。假使你若无气嫌，你会当把我当作是你的好朋友，讲出你心内话，我。
老段，哪里要搞？发证呀！好，好。你点看啥？ 感觉真奇怪，魏英在那船内洗温泉。哼，我早就怀疑了。还好，咱就要卡死他。嘉明啊，恁两个是咧创啊？快紧嘞！哦。那行啊紧，你要创啥？ 小姐，你唔通啥？你直接遐创啥啦？我是惊讲这受云天无代无志，就我爹来洗温泉，唔知有啥问题。哎呦，小姐，你想出济啊啦？你莫啰嗦啦，你莫歹势，跳过好啦。唔过，来啊，啊无势就无彩呢。我知啦。 哦，哇，老师啊，这温泉那会这么烧，好阿要热死！啊，哦，烧热，袂用的啊，烫掉。老大，这杯麦烫啦，那是有人来兴趣安怎？哎，老师，苹果啊，你也够恢复咱三个人的功夫，谁敢来兴趣啊？卖想遐济啦。 真好，真注意，你演了真好。你是安怎爱我安尼做？既然你家己想要做霸主，多谢是安怎，我要害我一刀将伊杀死。哼，害怕天也是死，你的查某囝就坐大位啊。那呢，我就永远无出头天啊。 你伤有要紧吗？只要害怕天知影，我送伊那天仙波伊是真的，我伤心，我对伊是良心的。我较重的伤，嘛受价值。老师，老师，你伤有要紧无？老大，真是，我无抓到刺客，你敢有要紧？ 公兄弟呀，我无代志啦，我予你送外迄领天神宝衣伫咧，得手不离吧。难道是你替我动一刀，你的伤要紧无？老大，我无要紧。老大，你无受伤，我放心啊。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多谢刺客到底啥人？哎，什么差遐济啦？
先给恁收下一顿疗伤较紧。你精神啊，老大，我还搁我嘞。不会啦，建明的医术真好，伊绝对会甲你医好的，对不对？建明。对啦，小阿姐，你这是外伤，小提一下就好啊。阿罗，你去准备一下。我知。老大，你伤……我唔是讲过啊。我有穿你送我迄领天蚕薄衣保护嘞，拢无碍着啦。碍着好。建明一直误会讲，迄领天蚕薄衣是假，害我俩阮讲，我嘛去用骗你。唉，无迄个代志啦。建明这个囡仔就是爱找麻烦啦，你莫插伊。迄个刺客。狗遐厉害，到底是啥物人？老大，以后你都该小心诶。老细，免惊啦，家家是中医堂遐人尔啦。